麗敬懲教所一個職員初步確診。嗰名更新事務組嘅女懲教員最後一次翻工係上星期二，佢上星期去醫院探病，同一病房有病人確診，要入住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昨晚初步確診，正喺東區醫院接受治療。佢最近冇外遊記錄，工作時有戴口罩。懲教處已經安排院所內所有在囚人士同埋有密切接觸嘅職員接受檢測，全部結果都係陰性。